ち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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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休息。休。有人来了，你们在这待着，我去看看。停一停，停一停。老人家，载我们一程吧。老人家，我老婆有病。孩子又小，实在是走不动了。你行行好，载我们一程吧。天时望月，月在云天。天高地远，群也枉然，地消有天子。照着老师的意思，都改过了。还是没个排演之地吗？信王府怕是进不得。看来我是没事找事儿了。我看也是，汤显祖先生做不到的事，您就做到了。为事事在人为，先祖先生是在临川似梦，牡丹亭不过似梦之一，如今尚有一梦未了啊。所以老师就让他回去做梦，把这个草台班子甩给您。先祖大才呀，你我做梦那是云里雾里，先祖做梦那是梦笔生花，传之久远，千古绝唱啊。他还是去做梦的好。施主即使来了便请进吧。老人家别来无恙。老衲真有那么老吗？哎呦，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啊，这是老衲的红颜知己。见过杨大人。不敢。东林会讲的事也还没个着落。老衲是狂产吗？东林朱贤竟然与我为伍啊。您真是李治先生。出家人不打诳语。晚辈见过卓吾先生。啊，头一回见你还是在杨府，那时你还小。你爹可好啊，朝廷那些个屁事还没整垮他吗？爹一声耿介倒和卓吾先生很像。不一样不一样，来坐。我爹未能追随先生，常常引以为憾啊。你爹是喝了冻林党的迷魂汤。
也好，若是跟着我，就连官也当不成了。我爹与先生虽然道不同，但对先生却无比敬佩。先生毅然决然放弃官场，挂冠而去。爹常常感叹，普天之下，卓吾先生唯有一人，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之举，也唯有先生一人。那你如何看呢？先生之举，我爹做不到，晚辈也做不到。读书求官，一旦做了官，割舍起来。你以为我就舍得吗？先生毕竟做到了。那天，官府大厅一个人也没有。我把冠冕挂在大堂的正中，那冠冕在绳子上晃荡着，好像上吊一般。我明明听他在喊，你这个傻瓜，你这个傻瓜。哎，我的确是个傻瓜呀。头悬梁锥刺股，日夜苦读书，先秀才后举人，好不容易进京会试，三榜提名中了状元，皇恩浩荡，外放为官，正是前程似锦呐。京师传言，先生挂冠而去，是为朝廷进言牡丹亭而鸣不平。老衲尚在官场之时，排演牡丹亭还更为方便些。你打开焚书第一页，念念同心篇。童子者，人之初也；同心者，心之初也。夫同心者，真心也。失去同心，便失去真心。失去真心，便失去真人。同心既障，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正事，则正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难道是为这个？还不够吗？先生是怕一进官场失去同心吗？还有真心。一进官场，每日交涉，皆是假言假语，假情假事，近似祭酒，人为非人呐。所以先生怕了。哎，我怕既然为官，便不复为人呐。所以先生逃了。茫茫人海，我又逃到哪里呀？所以先生终非隐逸之事。做了和尚，不借女人，不借婚啊。你爹也说我是狂产吧？可是点醒了不少人，包括晚辈。先生何以成为庙宇住持呢？哎，哪里是什么住持啊？那天庙里的真住持见来了几位，吓怕了。我恰在场，他便一定要我为你送夜，连袈裟都送给我了。可我哪懂啊，于是一派胡言。可是那天我没穿官服啊，和尚们怎么知道我是锦衣卫？写着呢。写在这儿吗？浑身上下都写着。老百姓管你们叫什么？大人。大人，不要说穿衣服了，就是脱光了，你的大人的架子也放不下来啊。浑身上下都写着，老子就是锦衣卫大人。这个倒没想到。不过先生所言极其灵验，尤其是第三个女人。哎，那天我看你满脸悲戚，不由不胡说八道一番，款款你的心呐。可是当一个不男不女的人出现，该如何解呢？你是说魏忠贤？一个太监与你何干？他是封城夫人的头一个男人啊。乡间野语难道就会是真的？可那些泼向印月身上的脏水却不尽然。你说印月？我懂了。
卓武先生，卓武先生，慢慢说。幸亏我跑得快，不然怕是成了刀下鬼了。啊，到底何事？乱民占领了无锡县城了。啊，东林先生可在城中？先生正在书院会讲，东林、朱贤一个没跑出来。哦，杨大人，今日不能留你了。先生要做什么？老衲要进城。你们放开我，放开我，这些乱民找死啊。就是朝廷大兵一到，你们不要命了？是啊。民兵大老爷，上住手！起来，起来，他们又不是菩萨，怪他做什么？他们又不是什么青天大老爷。民兵大老爷，老大，库房打开了。打开了，都什么东西？多了去了，有粮食，还有金银财宝。咱们反了吧，里边还有很多东西，咱们去抢吧。有没有刀枪？有。这可是死罪。去你的，要死也是你先死。老大，再不抢就没咱们的了。放屁，咱们是天兵天将，是为穷苦老百姓当家做主的。乡亲们，咱们反了！乡亲们，咱们不能光拿这个，咱们要拿起刀枪，保卫咱们的无锡城。现在的无锡城已经是咱们的了，大家跟我来！走，咱们去哪儿？朝廷不会饶了咱们，我看去东林书院。东林书院，好，咱们去东林书院，大家跟我来。走。不能去啊！娘，好像没有，一点没有。娘，娘你醒醒！娘，你醒醒！你醒醒啊，娘！娘。娘，娘，娘，孩子他娘，孩子他娘，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呀！不说你们怎么还不走啊？乱民占了衙门就要抢商号店铺，弄不好连人都抢，快走，快走吧！我让你叫他郎中的，没郎中啊！胡说，说 是有个郎中，花钱混了个九品顶戴，这会儿可能绑在衙门里了。你再忍忍，我去给你把郎中请来。古人云，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说的正是我等儒生世子，如今已经被视为迂腐之乱，然危难来时，吾等是否能平心静气谈论心性，实乃检测我东林朱贤之慎独功夫，故而乱民一致，吾等先晓以道理，沉睡厉害，告诉他们，俱乃我大明臣民，理当遵纪守法。东林先生何其迂腐乃尔。哈，卓吾先生，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日此时来到此地，来找死吗？啊，老衲是来救命的。卓吾先生怕是自救尚且不能吧？不是自救，是来救你东林朱贤。哈，我东林圣贤之声自能劝解乱民啊，
圣贤之声若有这大本事，那就没有乱民喽。周先生，你竟敢讥讽我东林吗？不敢不敢，不过东林先生的大道理讲给读书人听，那是大学问，讲给乱民说得好听点儿，那是对牛弹琴，说得不好听，那是驴唇不对马嘴。你竟敢！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诸位糊涂了吧？周先生毕竟做过府尹，以先生之见，那又当如何啊？东林先生您客气，理智不才，倒是却有个主意，至少能救你东林朱贤的性命。哦，倒要请教。其实很简单，乱民杀进来，请诸位跟老衲一起举手投降。哎呀，还是卓吾先生雄才大略，老夫差得远喽。其实举手投降也不容易啊，一样需要运筹帷幄。你想啊，你要降乱民要杀，这投降也很难呐。那就跟他们拼了！拼了！别动！天师，来！别动！宰了他！别动！贵客光临东林书院，老夫有失远迎啊！阿弥陀佛！给我拿下！是，慢着。见他斯文之地，尔等就不怕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吗？下地狱？事到如今，甭说下地狱，天堂咱也去不了了。奶奶的，下地狱就下地狱，给我带上来！走，带上来！走，快走！老爷，快走！快走！快走！走！快走！救命啊！快下！快下！救命！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住口！成何体统？你们那帮秀才书生们，给我乖乖的投降，不然老子宰了你们！老夫投降。我也投降。东林先生，当年孔夫子被困陈蔡，倒也曾低三下四啊。即我圣祖先师也懂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呀。老夫投降。我也投降。我也投降。投降了，老大，都投降了。大秀才像我等泥腿的投降了。这娘们儿也投降了。阿弥陀佛，儿之所论至理名言呐。我中华上下四千年，从来都是笔杆子斗不过刀把子，善哉善哉。花和尚，你也知道这个呀？都带走。慢来慢来，请问把我等带到哪里去啊？我管你带哪儿去啊，这地方我们住了。哎呀，此乃书院，并非民居，不适合尔等居住啊。为什么？尔等可识得文字啊？他认识老子，老子可不认识他。书院者，历朝历代俱乃书生讲学之所，楼台亭阁无非千年圣贤之书。夜深人静，这些个圣贤都从书里钻出来，与诸位谈圣论道，知乎者也，尔等烦也烦死了。书里还能钻出人来？嘿，老大，你没听说过吗？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嘿，这里边既有黄金又有美女，老大咱还就这住下了。这有美女？对呀、啊、我抱着。这有黄金啊，我收着。若是来了人呢？啊！老大被打晕了，弟兄们，把这些狗官都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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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谁敢乱来？叫他们退后！退后！啊！退后！弟兄们，退后！音乐在哪里？天师，我要你帮我。你们当中谁是郎中？下官便是，下官便是。跟我走。等等，我还要问你呢。天师，我已经等不及了，咱们后会有期。走。哎，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老子为了吃个饱饭，这些狗官们强逼民税，弄得我们卖房子卖地卖孩子也交不起他们的税，那就反了算了。老子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跟你们拼了。杀了人以后你想过吗？老子不想以后的事儿。杀人偿命你不懂吗？爱偿不偿，老子带着弟兄们上梁山了。你知道梁山在哪儿？梁山在哪儿来着？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是梁山好汉也不过如此下场，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尔等是乱民，乱民就是乌合之众。哼，别说是朝廷大军，就是我江南锦衣卫也能把你们像掐死蚂蚁一样掐死。尔等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听候朝廷发落。阿弥陀佛，他是杨指挥使。你说什么？没错，就是他，只是没收官服。杨大人，朝廷大军在哪儿？住嘴！要不是你们这帮狗官横征暴敛，和这一官比民反啊？你说呢？卑职，若朝廷依法征税，让你等吃饱饭，你等又如何呀？能吃饱饭，不受狗官欺负，你说我们老百姓谁还造反呢？梁大人，卓吾先生。啊。老夫与东林朱贤在此甘为人质，劳烦杨大人将信王请来，给这些穷苦百姓一个交代。这杨大人心有旁骛，但救民于水火，也救你太师父和东林朱贤于危难，怕是更为紧急之事吧。你是杨连之子？太师父，晚辈恐怕辜负前辈们的期望。再说啊，去吧去吧，他们是乱民，还不是暴民，我等东林朱贤自会劝导他们。阿弥陀佛。县城中可还有粮食？有，在城西粮库，都发给他们。是。你可听到了？叫你的人吃好喝好，不可杀人放火。这些先生们，小心看护，好生待遇，少了一根汗毛，我绝不饶你。你要把朝廷的大军带过来。住口！老百姓不过是想过个安生日子，你若把朝廷大军叫来，那我就先把他们给杀了。你当穷苦百姓要过安生日子，
大明皇朝同样也要一个安定的江南。放心吧，杨大人去请的是信王爷，当今陛下皇兄，他自会给你等一个交代。倘若来的是大军，你就先杀了老夫好了。你可听清了？放心吧，我不会杀他们的。我再说一遍，你若滥杀无辜，我绝不饶你。但愿不辱使命。千宁啊，我那日来的时候，东陵先生的话你听见了？税奸作恶，地方官讼，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无锡乱民风起，根子恐怕就在这儿。你意如何？杀无赦。杀哪个？是江南乱民还是朝廷税奸？自然是乱民。那东陵驻贤恐怕性命不保。平乱哪有不死人？可东陵驻贤都是下野官员，与朝廷百官或为师生，或为同门同年，朝野上下千丝万缕，秀莲杨莲都是我太师父顾县城的弟子。本王若是保不住他们的话，别说是在这做大事，恐怕江南我都坐不住。可王爷却保住了税监使，那些个贪得无厌的太监们定然会感激王爷，从此竭诚报效。我用不着他们报效。王爷要成大事，最需要什么？能帮我的人。王爷最需要的是钱，有了钱就有人，有钱就有权，有钱就有一切。哼，不过几个税钱，且要上交国库。王爷错了。哦，卑职放肆，请王爷跟我走。此乃先皇兄唱堂会的地方，有什么好看？新王爷，帮把手。哎，先皇兄见此牡丹亭不是为了唱戏啊。十六年的江南赋税，三有其一都在这里。还有两份？我爹那份让萧云天藏起来了，另外一份魏公公恐怕已是另外一个魏公公的了。王爷要想成大事，这些还不够。天宁啊，你是想要江南税赋通过东厂税监，日后移到本王手里？大殿下可以办到的事情，王爷也可以办到。哎，这些钱不是小数目，你原可据为己有。没有王爷号令，卑职一事难成。原是要同心协力，卑职一心一意，万死不辞。
不知这牡丹亭究竟是一出怎样的戏，竟然连凤圣夫人也爱唱。这出戏王爷不妨也听听，有些事情我是略知一二。王爷器重杨天石，但要他死心塌地跟着信王爷，还要看这出戏能否唱好。请。天石，夫人在云天手上。又是萧云天乱插手，比咱们当值的还忙。哎，二位将军在啊。见过信王爷。信王爷，你要我只身前往无锡城？卑职不敢，太师傅的意思，乱民并非暴民，略是安抚一切就能解决。裁撤东厂税监使之事，要陛下圣谕方可裁定。陛下绝不会下这样的圣谕。先有锦衣卫，后是东厂税监，江南动乱之由，皆因赋税征收不合法度，横征暴敛，百姓没了活路，焉能不乱？卑职恳请王爷当断则断，将此事料理妥当，定能赢得江南民心。我要江南民心何用？王爷有了民心，朝廷就有了民心啊。怕的不是民心，而是疑心。王爷光明正大，疑心不攻自破。民心是个好东西，但也是个惹是生非的东西。本王以为，既然江南有民变，那就需要加强江南锦衣卫的力量。天师啊，你可得帮我。来啊，背调。慢。卑职的意思，明日再去无锡城。千宁，晚了会生出变故的。此去无锡城虽咫尺之遥，但王爷终是涉险，必须考虑万全。也好，今晚杨大人住在府上。王爷，太师府李治先生和东林助贤危在旦夕，如王爷有不便，天师请令先行入城。明日乱民因何而变？日子太苦，过不下去了。我已经擅自做主让县衙开仓放粮，求得一时平安。王爷请恕卑职擅权之罪。做得好，既然有了一时平安，就不急于在今夜。明日入城，我要你在我身边。卑职遵命。卑职告退。天石，留步。你又有什么好事啊？你怎么说话带着气，好像是我把凤圣夫人藏起来不还给你似的。着什么急嘛，你我兄弟二人也毕竟多日未见，还有很多话没说呢。我现在只想尽快赶到城里去。17年你都等了，你还在乎这一时一刻？是啊，比不得你17年内稳稳当当养出个太后娘娘。小声点，你不想活了别拉着我一块去寻死。太后娘娘活着对谁都没有坏处，别以为你比我磊落正直到哪儿去。你这次巴巴的从京城跑到江南来，又是为了什么？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呢。凤圣夫人在萧云天手里你不放心。千宁，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的和我说话。我来江南是冲着柯音乐，这没什么好避讳的。我答应过布衣，要帮他把娘找回来。当然，这里面也有私心，可我没想别的。我没有想到一旦见了他会怎么样，我想的只是尽快把他找到，带他回去。回哪儿？回京城？回宫里？继续侍奉新皇？新皇现在比你还急着要找到他，否则不会派出东厂的太监
如此的布下天罗地网。当今陛下已有圣谕，一旦登基，让音乐出宫。若有圣谕，天下皆知，我为什么听都没听过？那是当今陛下还不是陛下之事，那就不是圣谕。所以此事万万不可让信王爷染指。怎么，你想帮我？我从来都是帮你的。那明日护驾入城，既然知道他在哪儿，你我联手没有什么摆不平的事情。对了，萧云天的住处你打听清楚了吗？说是在东明客栈。那咱们还等什么？走。你我七老八十能活到今日，算是三生有幸啊。眼不见心不烦，老夫恨不得早死了。还是我有先见之明，着住冠名焚书，早知道有被烧毁的一天，没想到这么早就灰飞烟灭了。哼，这些个泥腿子要当了皇上还不个个都是秦始皇？或许是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甚至是我大明开国太祖朱元璋，也说不定啊。卓吾先生口无遮拦也就算了，然而亵渎君圣还请慎言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能称得上祖的皇帝怕是没有几个。难不知东林先生可否考证过，这代祖的皇帝无一不是出身卑贱，尤其是我大明太祖皇帝讨饭出身，怕还不如这乱民老大。英雄不论出身，但求天命所归。周吴先生，你究竟想说什么呀？东林先生息怒，其实我要说的是，管他四书六经三文古典，无非是这些圣祖皇帝让我等读书之人为他们编撰出来欺蒙百姓的玩意儿。